大家好，我叫Eric，一起来。今天为大家做一个刚主持人介绍，就是用 AI 的那个机器学习所做的一个应用在生态系统还有各种的辨识的一个应用。就是它的一个背景的话，就是台湾，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亚热带的一个气候环境的一个气候分布之下，然后那因为台湾的地形的多变，所以使得台湾这个环所以使得我们的环境之下的有演就是有演化出去非常多的昆虫的物种。那目前的那个像蝴蝶的分类，它属于昆虫的鳞翅目之下。那鳞翅目它包括蝴蝶还有蛾的种类。那目前台湾的蝴蝶种类大约有380种左右。那这个种类对于可能对于一般的专业的人士来说，不是它的入门门槛。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比较简单，可是对于一般的观察者来说，可能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分类的一个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标的话是希望借由这个图像系统的一个 database， 然后去建立一个自动的辨识系统，那结合现在的那个 LiDAR 还有手机的一个功能去做提供一个这个蝴蝶的物种辨识的资讯。那我们的界面的话，主要是从这边左手边就是由使用者用 LINE 的界面去输入一个可能用手机拍摄的一个照片，然后经由 LINE 的话去连接我们的那个辨识系统还有我们的软体的界面，然后之后再回传出来右下角，就是包括这个这张图片里面它所含的蝴蝶的个体的物种，它的学名，还有中文的名称，另外还有就是这只蝴蝶它是不是属于目前是不是属于保育类，还有它是不是台湾特有种。另外的话，还有我们也可以经由就是智慧手机做一个连接，然后提供就是台湾生命大百科的一个说明页面的连接。那台湾的话，主要的蝴蝶分类主要是分为画面上所显示的这五个大科，主要是有灰蝶、蛱蝶，然后左下角粉蝶、凤蝶，另外还有弄蝶。那基本上这些蝴蝶，其实五科的话，其实都分布外表的话都有不一样的特征，还有它的大小。那主要的话就是以它的习性，还有它的身，比如说它的翅膀的特征，还有它的叶脉的一些分布做一个分类。那每一个科别里面，其中有包括大概最少大概有二三十种，最多有100种以上。比如说蛱蝶还有灰蝶，各自都有大约有100到120的物种的数目。所以，那这些物种之间呢，它们常常也会有就是有近似种或是有拟态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刚入门的一般的观察者来说，这些分辨的话，比较困难的。那我们这次的使用的资料的话是选择那个维基共享资源的资料。那我们这边整理一个表，就是我们就是相对于台湾目前所有的物种的数目，还有就每个科目之下的种类，还有我们这次所整理资料所整理出来所应用在就是这个系统的模型分辨的训练的资料数。那每个科的话，我们大概是有做了大概12到20种的物种。那我们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这个专案进行的期间关系，那我们就是以台湾就是目前为止比较常见的物种，还有它的资料的完整度比较健全的一些物种作为一个出发点。那
们这次所选用的资料来源，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网络上其实有各个，比如说脸书或是Flickr 或是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生物网站，但其实这些网站上面都有很多相关的资讯。那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在选进资料的时候，其实因为要去野外拍摄所有的物种的照片，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在选取资料来源的时候，我们决定使用维基百科之下的它一个姐妹的专辑，就是一个Commons 的它的共享资源。那它的优点是说，它的版权都是算是开放的版权，然后就是它是以 CC 共享的授权使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每一个分它的主要的大部分的照片资源的话，它都有以是物种还有科目还有属种的每一个层级的分类去做整理，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是确实。那这边的话，这边我就做一个简单的那个模型架构的说明。那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以图像辨识为一个基本的目标，所以我们一开始用 Inception 还有 YOLO 还有 ResNet 的几个不一样的模型去做训练，然后去比较它的训练时间，还有它的做出来的效率，还有它的辨识的正确性等等的结果。那基本上我们把它分为两个模型。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次所做的最后一开始目标大概是100种以上的物种。那因为它的资料比较庞大，所以我们先把模型分为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就像前半段就是以科别先去分别说这个使用者所传进来的图片是不是真的是蝴蝶，或是它是其他昆虫。那如果它是昆虫的话，它会把它辨识出它的，先做一个分类的动作，然后把它加上一个科别的标签，就是蝴蝶的 label， 然后它会把这个标签传到第二层的模型，然后我们再将第二层模型分成五个小的模型，然后再将这个照片传到第二层的模型之后，再去做一个物种的辨识的动作，然后最后再把辨识出来的结果，它会出现一个学名的标签，就是我们在做资料之前都做一个属还有种的文字的标签，然后它会把这个标签去从我们资料库里面抓出它的中文，还有它的学名，它的其他页的这些资讯，然后再传用 LINE 的方式传给使用者。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用那个机器学习所训练的结果。那我们这边主要显示的是三个模型的训练结果。那最后我们最后的阶段是决定使用那个 Inception V3 的这个模型，因为它最后出来的那个算是它的准确率算是有一定的，也是有达成得到90%以上，然后它的那个 bias 会比较低，所以，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它的 Inception 这个模型，它的使用的训练时间比较短，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可以节省训练的时间成本。然后最后一个的话，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果的说明，就是基本上我们这次所做的预测还有所进行的测试的话，我们的辨识的正确率大概有到80-90%，大概有到八成左右。然后对于我们有训练过的这些物种还有属蝶的这些蝴蝶，它都可以做出到正确的属种属级。如果是没有训练的话，可以做出正确的科别还有属蝶的正的辨识。那未来的话，那我们希望如果有机会可能可以将如果有机会继续进行这个专案的话，可以继续再扩增它的基本资料的训练量，所以它可以提高就是实际使用层面的时候的判别的准确率。
还有另外就是一些比较少见的物种的话，可能如果有其他方式可以收集到充分的资讯的话，也可以对这些比如说濒临绝种的一些物种做正确的判别。另外的话，这个系统或是一些应用的层面来说，可以应用在教学的现场，或是比如说博物馆，或是生物课程，或是比如说到野外进行野外探查的时候可以使用。另外的话，另外有一个可以算是扩增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如果这个就是这个辨识系统以及这个界面也可以转介作为一个就是资料搜寻，就是资料库扩增的一个界面。那比如说使用者传过来的照片，如果它是这个系统确定是蝴蝶，但是没有办法正确辨识的话，它有可能是比较稀有的物种。那可能在学术单位的话，也可以对学术单位来说，也可以对它这个物种的目前的分布，还有一些它现存的状况可以。那这边是一个基本的架构，从右边使用者传进图片的 input， 然后到我们的左边的这个模型架构出来之后，用那个 app 还有那个 API 的方式再回传判别的结果。那最后的话，就是会回传一个标识框，然后上面显示它的选择，然后还有它的准确率。这边是一个我们的界面。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小影片，是实际操作没有办法。右边照片传进去以后，左边就会提供它的类似资讯，还有它的链接。这边是到连接到那个台湾市立大百科的页面。下面的话是一个对话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照片是一个比较稀有的，然后就一个这里资料收集的。目前的话，其实目前就国际的那个市场上来说，其实目前是有一些其他的类似 APP，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iNaturalist 的一个网站，还有它的 APP 的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跟我们的辨识系统比较上来说，iNaturalist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界面的话，它是用使用者传进去的照片以后，它会出现几个可能的选择，可能的物种或是属种。那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说，可能使用者他会需要对这个蝴蝶的分类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才能去才能去比较正确的判别说，或是获得说这个选民的他的传进去的这个照片的物种，它到底选民是哪个。那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是直接会选会显示出它的科别以及它的学名。那如果它的万一说它的那个传进来的照片，如果它的辨识的正确率过低的话，它会显示一个那个警示的 message， 就是说如果这个辨识率过低，可能是可能需要重新拍摄或是查询其他资料。这边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说，
这边是一个最近今年的一个报道，就是英国那边的一个媒体报道，就是说因为最近几年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气候变化的关系，那全世界的昆虫还有很多的动物的种类都已经在面临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挑战，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系统或是一些相类似的生态推广的一些活动，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对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唤起。还有另外就是因为这些昆虫或是一些蝴蝶，可能大家平常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大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昆虫这些东西其实它是生态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谢谢大家。BUT 现在因为我们这目前是没有，是关掉的状态，因为它需要有一个那个就持续的一个算是一个静态吧。对，那因为这个叫底，就是静止的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就这样子啊，之后就会有。请问一下，就刚刚你说提到那个接力果的搭乘，就你想要说，那想问一下那个测试资料跟训练资料的是怎么切的？哦，你说确认资料，就是那个测试资料是什么？都一样，都是 Wiki Commons 吗？就训练的话，我们是用 Commons 的资料为主，这样。那测试的话，我们有就是为了测试，我们有抓一些其他的资料，就是有做一个。也有一些就是其他网，就是 Google 上面找到，或是有其他网就是没有标识的，就是有做标识的资料，那我们有它的，有比如说可以做，就是有做一个就我们下载这个这个档案，可以用它的答案去分辨它的这个东西。谢谢。刚才看到画面上没有电视，然后出一条讯息，就是说后续会交给专家来协助电视。那你们现在合作的单位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假设的建议，这样，目前还没有。哦，那其实这个是就是把这个其实跟政府很多机关相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像集体会有生物研究方面东西，因为我之前也是帮他做同样的东西，然后训练300种，但是正确率大概就是50%。他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你今年如果想要有争取明年的经费或是计划，也可以去联络他们中研院嘛，中研院，然后生物关系研究那个实验研究所，然后南投农委会下面就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哦，对对对，这些都是资源可以给你，因为他们也是想要嫁接这样的东西。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师啊，然后算是跟这个就是自己兴趣。然后就是个，就是之后不知道，所以有机会的话就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话就结束一下这个事情。我也是想补充一下，因为台湾危机协会在你们前面之前有跟暨大那边，我知道他们也有一项工作是在做同样都是辨识的 AI 辨识的。所以其实像这个题目在台湾好像很多的影像辨识都会拿蝴蝶来试，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许可以再多找他们把一些研究成果，就不要一直重复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把至少把他们的一些成果能够整理起来，可能会做的希望我再问一下你打算后续做什么？应该协会也可以提供这些。哦。不是，问题是因为你说你现在所辨识的是台湾蝴蝶，但是假如说有些蝴蝶品种是那种季节性迁徙的，它从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对。但是我们可能说不太珍惜，不知道可能想说像有些蝴蝶它是迁徙的，那本身不同，因为很需要有两。关心说那个上蝴蝶，
数量还是很减少，所以少数可以看到一些很多年轻人的现状。哦，对，但是对，我觉得因为对，中间有也有会，我也有考虑到，就是关于世界车，就是如果说就是将如果要说就是后台设定的地方，如果说就是使用整端传输这些传递这些照片的时候，可以去连带提供它的就是定位的表资讯的话，然后再去做一个整理。跟一个显示，然后还也可以就是再把它转到一个网站去显示说某一个物种它在台湾的网站，它分布在哪里？对，需要整理。对，就把这个东西。那有其他的问题吗？我先回馈一下。我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最长到这里，然后一水回。那等等，还有白丁泡的部分，大家可以支持。那谢谢大家，就是今天看这样对。